天终于来开箱，这个开在 Pavilion 对面 Star Hill 的诚品生活，它在12月17号就开了，来去看看吧。今天呢是带着一个就是很兴奋然后又很骄傲的那种感觉，是一个台湾品牌，然后在我生活的吉隆坡是很大开业 Grand Opening， 超开心的。就是之前影片就说过很多次他要开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期待，那今年12月的时候终于开，今天有空就赶快来看一看。哇，好感动哦，就是在异乡然后生活的城市看到自己熟悉的品牌，因为之前就蛮常去信义诚品那边晃，回台湾都会就是一定要去那边买书回来，那现在呢就竟然在生活的市中心就有了诚品生活。 OK， 然后这边有地图，哇，它其实蛮大的，有1、2、3、4、4层，超棒的。它这边就有一家咖啡厅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靠窗位，然后是这个品牌 Bean Brothers。这是一个，这是它的入口，超赞，很像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时光隧道的感觉。就是解说它总共分了几个区域，其实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主题，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停在这边看一下。还有这边商书店、文具馆，然后一些文创市集，然后几乎是有台湾的跟马来西亚的一些在地品牌，就是两个文化的结合，然后还有吃的跟有一些艺术展会在这边，那现在的话就是有吉米的艺术展，真的很兴奋，哇，很感动，真的是满满的感动。然后旁边就有花店，几乎所有的诚品都会有花店，新一诚品啦，然后或是中山的诚品，这就是诚品的特色，有各种的文化、生活、文创，全部集结在一个空间里面。那这一层楼就是很多个文创小市集。其实我没有，就是没有想要很细的介绍，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花空来这边一摊一摊的慢慢逛，就不用透过影片讲解说哦这里有卖什么，就大概的录一下给大家看。这一家 Airspace 是台湾很有名的网拍的衣服，在台湾已经很久了，我在马来西亚也有 online 的商店，那他们这次在诚品也有可以这样子实体试穿。没有说这家的越南咖啡很好喝哦，它最有名的是这个 Coconut Coffee Smoothie， 下次再来试试看。
说他这边有引进吉米的画展，到2月28号哦。是大家很期待的书店 bookstore 的部分。英文书啦，然后中文书，都是有的。但是我有听那个朋友说，他这边竟然没有日本日文，然后漫画，觉得很失望。对，但是还是蛮多中文书的，然后都是繁体字哦。他这边都会定期，也不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定期，还是因为是现在开幕的关系，就会邀请一些名人来这边演讲，在这个区域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，就可以 follow 诚品他们的 Facebook， 我去看看最新的他们邀请谁来演讲，蛮有趣的，可以看到国外的 bestsellers 是什么，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。OK， 没有一本看过，因为都是英文书。人超多的耶，现在是一个平日的下午，觉得很开心。哇，其实很大耶。现在呢，我在一家叫做陈真咖啡，那它是台湾来的咖啡，它就开在最热闹的区域这边，然后你可以看这边 Bukit Bintang 最繁华热闹的区域，这边晚上来的话应该是更美，因为就会有车灯啊，百货公司的灯啊也都会亮起来。在台湾我是没有喝过啦，陈真咖啡 Comature Cafe 是他们在东南亚的第一家，朋友推荐这个，好像蛮好吃的，今天来点点看。台湾麻油鸡的 Pasta， 现在呢就是要来录一下今天逛完了诚品新的台湾之光。对我来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它是台湾之光，因为呢它曾经就是获选为 CNN 全球14家最酷的百货，那他们又是吉隆坡马来西亚东南亚的第一家分店，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，就是自己一个异乡生活的地方，然后开了自己熟悉的品牌，就开在一个最热闹的 Bukit Bintang 金三角的区域。那有一些就是朋友们就是有透过 IG 来告诉我说，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书店，我同意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是诚品生活嘛，像它的主张一样是想要把艺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，比较像是一个他们的概念宣传店。像那个诚品董事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们是想要打造一个像是一个大客厅一样有内容的客厅，把马来西亚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结合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不仅仅是书店啦，大家不要把它 focus 在书店，把它 focus 在它就是一个诚品生活的他们那种概念店。像他们取名嘛 Bertrand 的 S 代表是 shine， 然后 P 就是 play， E explore， T 是 think， R 是 real， U 呢是 unwind， M 呢是 meditate，就是他们希望顾客可以在这个生活馆里面得到一些经验或是想法，所以我觉得总体逛下来我是蛮喜欢的啦，就真的有还原到台湾诚品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把它搬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，我觉得蛮棒的。 OK，以上呢就是我的心得，就推荐大家如果有来 KLCC 市区这边的话，一定要来逛逛，觉得蛮不错的，里面有蛮多咖啡店，你累的话就可以点一杯咖啡休息。好，
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咯。